换一个心情来看待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就欢迎蔡盈和带来的 Rapper 不吃早餐。吃早餐，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。谁啊谁啊谁啊？学长都在闪，学弟都是大队的，所以不把学妹，我们不把学妹。学姐们都以为我们是 gay 啊 gay 啊。生活中有几个女生还不算人妻，我想破了头，就想不出有几个可以。所以，我决定宣布一件事，那就是不把学妹才是学长应该做的事情。晚上会睡觉，不把学妹，我就是超无奈，整天宅在宿舍将左选一 B 字才飞派。我就是一个烂好学长，文化不 fuck， 最好你交女朋友了，别再装傻。叫做 CS， 学妹给学长 carry， 我只能当色，我代表好男人强妇女生，都让别人关心你的另一半，也关心你，关心我，关心。男生是自己的手背，但是我只把自己当屁，我超级后悔。一定要不说要把学妹，我不允许把她揽在臂弯里，但她说不把学妹才是她该做的事。早上看她三围不如交宽，三围八成是所以她就算了，所以我可以让我选择明天再重考。吃饭馋我，好傻好天真，到喜欢的就会走喽。是他为他先生，不把学妹那是我的本色。老实说真的，我本身呢就是一条人生，不会把妹，我干嘛怪人？把学妹啊 ，I got no choice， let's get fried。